设法赶在长中礼之前将此信交到纪阳府宁毅手中。公子，这是何意啊？败军之将只配以死谢罪。是。那位明海知府梁世友真的去闽州府述职了吗？中日军威腾北荒，单日设立白鹿乡。既是为了设立而来，必不会空手而归啊。想必这猎物嘛，正是殿下。我们不管这封信是谁送来的，也不管他是敌是友，他可以确定的是，张忠义现在已经在济阳，他想借此地除掉鲍邦，所以任何知情之人他都不会留下。所以梁世友应该已经遇害了。待等殿下平定明海，定要好好褒奖这些个忠良之臣。先过了这个关口再说吧。只是我并不知道张忠义接下来会如何行事。小妹，徐文，殿下，殿下你看，这是好物，从何而来？这是我在闯王殿下慢慢藏龙首时得的。这海螺是明海海寇杀人越火前踩点时用来当作标记的夜光鱼。明海海寇毋庸置疑必然是杀了石家。白衣将他放回原处，莫要被他人发现。好。华师在，看来得劳烦你走一趟了，有请常忠义将军前来一见。我的奥妙人生，因为各种污渍带来无限精彩。奥妙新酵素洗衣液，去除99种污渍，除菌除螨，无碱性残留。奥妙新酵素洗衣液。最后
王将军。夫君，楚王殿下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在下也是焦急得很呐、啊。听侍卫所言，楚王殿下不知为何突然惊起，连夜赶去闽州府了。是啊，哎，哎呀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殿下若是出点危险，可如何是好？夫君，可得尽快把他寻回来呀、啊。在下也正有此意呀、啊，这才叨扰常将军吧。你看我们初来乍到的，对这里的官道又不熟悉，常将军可否告知楚王殿下最有可能从哪条路去闽州府？好，有地图吗？有，这边请。这条官道是自济阳府直达闽州府的唯一官道，君，快些派人追赶。对，好像这边好像还有。谁是楚王？谁是楚王？哎，楚王殿下，楚王殿下救命啊！楚王殿下救命啊！原来你就是楚王。放生欲有烽火，快些过风。是，住手！我是常忠义，不是宁义。你说你是常忠义，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常忠义？你，罗祖修道栖霞山，紫云洞中炼仙丹。哎呦，你还懂得挺多呀！你们这帮蠢材，快把我放了！是我亲自给你们守卫大哥送的信。常忠义，伙同海口刺杀本王，胆子不小，你有几个头让本王来砍呢、啊、楚王殿下，你这是在设局陷害长谋，把海寇头目给我带上来。说，认识这个人吗？就是他，让我等来此处刺杀楚王的。没有什么话要变吗？如若此时你将粮食油交出来，或许本王可以开恩饶你不死。殿下果然好眼力啊，不错，正是陛下赐予我尝试的金券。亲属九死，子孙三死，你看来今日你杀得到。粮食用在哪？是要在哪儿？说，说！殿下，殿下，在马厩中发现两处浮尸，我现在正在补做查验。好，子孙三死，那本王给你算一算，你有几个脑袋可以杀？一，途中劫杀陛下亲封明海巡案该杀；二，一战中火。谋害钦差大臣该杀。三，勾结海寇刺杀当朝亲王该杀。你还有第二块临死金券吗？林玉，你敢杀我吗？三，谋杀当朝四品大员梁世友该杀，我该杀你！亲自去刺杀你们，结果
太中书省即看奏议时，忽然接到六王兄的急奏，请父皇过目。此诏书虽是皇家圣如此罔顾确实有损皇家颜面，但常忠义一路追杀六王兄，形势危急，六王兄难免行事冲动，请父皇开恩。你倒挺会替你皇兄开脱的。儿臣不敢。杀便杀了，说也迟了，退下吧。周公，这既不隆重也不怠慢，这该如何安排呀？你们以为本官愿意这样吗？钦差所至，如陛下亲临，得迎黄土铺道，清水进阶，怎奈闽国公态度不明，下官此刻不得不做出这种折中之法。程公子，你等且先退下。主公，救救我长史满门吧。长公子，下官正想去国公府请国公爷示下。家父已然有了决断。啊，王兄刺杀楚王未遂，被楚王斩首了，家父还要杀了楚王为长兄报仇。杀总，闽国公他这是疯魔了吗？长公子恕罪，家父的确是疯魔了，他还安排了常家军去码头伏击楚王一行。可有法子阻止楚王上岸吗？这个，我还没到啊！我说贺良王子啊，顺风兔娃别逆风兔脏自己脸。你小心点啊，别掉下去。王爷再待一天在这船上。王爷活不了。如今你也不再是小裁缝，我也不是那个笨丫头，可你我之间却始终有一团迷雾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得把它看清楚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不管本王以何面目示人，你在我心里都是那个笨丫头。有些事不用知道那么清楚，这也是一种福气。殿下可是知道什么？天色多好，掌灯。是掌灯。海雕三安勿躁，不要闪，观察一下周围情况。什么稍安勿躁，怎么就不能上岸了？不行，怎么带些人手去把这些货船给移开，全都移开，不能再不上岸了。
们这湖不是都散了？你是会浮水还是会掌船啊？还是我去？二位不可冲动行事。启禀殿下，微臣以为这恐怕是长远故意所为，试图给我等一个下马威。我觉得不仅仅是位于你我，应该另有其。危险，躲起来！我保护殿下。殿下，你信吗？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本王当然选择相信。殿下，你我一路艰险抵达明海，却在这抵达明海的第一天便没了对手。我怎么总觉得这事儿这么古怪呢？这位，你可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拿到长忠信的笔迹吗？殿下，你是怀疑这报信的密函是出自长忠信之手吗？他这二公子的心思可是值得你我好好揣摩揣摩。如若本王的怀疑得到验证，我是绝不会辜负这位二公子的。殿下，侄微经过仔细查验比对，确认这封密函的确是出自长忠信之手。长忠信所说的忠字，心内会多出一点。心较比干多一窍，自作聪明，容易误了性命。显然他是要借殿下之手除了自己的兄长。看来这位公子一定有更大野心啊。公子何意啊？忠信早有听闻，殿下除了忙于朝政，闲暇之余便是爱饲弄一猫，恰好忠信也有此好。忠信琢磨着殿下离开帝京也有些时日了，
怕是惦念府中的猫儿，于是便将这狸奴送来陪伴殿下。长公子真是细心啊，只可惜本王那只狸猫堪比猛虎，非寻常狸猫可以替代。殿下乃天家贵胄，所养之物必是珍品，哪是忠信能够拿得出的？忠信手中之物只不过是家中玩物，以博殿下一笑罢了。银镯收了吧。是。公子，你既然如此有心，那本王就笑纳了。但本王现在借住于贵府，兼无言以还聘礼，那本王就还公子一个心愿，如何呀？公子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忠信之心愿，恳请楚王殿下赦免在下欺瞒上差之罪。哦，公子，您还有何事欺瞒于本王吗？回禀殿下，忠信弑父一事另有隐情。依仵作的说法，长元死了已经有数日有余，是何人所为？在明海，是何人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取了明海王长元之人头呢？仵作还交代说，长忠心命令他只能印出长元是昨日被杀的。主啊，在水中找到那个人头，悄悄给我放进长忠心的房里。属下遵令。长忠心够狠，家父为了给兄长报仇，意欲劫杀少差，忠心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呀。那码头一幕，公子所为何故呢？兄长常忠义刺杀陛下钦差，乃祸灭全族之滔天大罪，为令我长氏一族安然度过此劫，在下只能令殿下亲眼看到我长氏尚有忠信之辈。忠信当真之想，率长氏一族一心追随殿下，望殿下明鉴。啊，哎，起来吧，公子。原来公子此举是为了转接为云呢。那本王倒有一言，想请公子细细思量。自古大仁之人，如尧舜，应运而生；大恶之人，如桀纣，应恶而生。这正邪之分，皆因自身所秉存之气以作区别，所以本王希望公子，你要秉存自身之正气啊！只有这样，才是真正的转劫为运呢。忠信谨遵殿下教诲，还望殿下给忠信一个效忠的机会，将这民海府君交由在下代理，假以时日，殿下定可看到忠信的拳拳之心。这明海府君有何人所辖，也是本王关注之事。可否公子容本王与奉询案商讨一二，找一个妥帖的理由，以方便遂了公子之心愿呢？微臣谢过楚王殿下大恩。在下告退。公子，只怕是一心想做下一个长远啊。本王的狸猫凶如猛虎，怎么会让这位长公子占了便宜呢？我相信他已经有对策了，对吧？先拿明海船舶事务司开刀。哎，不对，殿下，我什么时候变做母老虎了？你现在的样子就像一只猫，你还记得心思的吗？我知道你的心思。我不要讲话。
方才为何要给常中信做补助？你可是无双国师，学富五车，这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那好吧，本王就告诉你，自古养猫如纳妾，赏月平一万。你要纳几房？请楚王示下。常都尉对吧？本王奉旨是来慰劳闵国公的，未曾想他死了。军务这些事儿，就劳烦你们与奉玄安自行商议处置吧。本王发了。恭送楚王殿下。我这长都尉有何军务难以抉择啊？奉玄安呀，本官所报之事，可不是你一个女子可以决断得了的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常都尉便自行决断吧。在下告辞了。常都尉酒醉了吗？还不快快退下。是。奉玄有所不知，闽海地处偏远，民风彪悍，近来一直有匪寇作乱，家父在世时曾发下海捕文书。奉玄请看，这尽是些十恶不赦之徒，理应尽早缉拿归案。可是如今闽海府军因无人主事，只得任由这些恶徒肆意妄为，所以想问问楚王的意思，何人可以统领着闽海府军呀？常公子，适才常都尉言说在下一名女子不适宜决断军务，可是你看这里有一名女犯陈蛮呢，杀人越货，屡次意图刺杀闵国公。你说这闽海府军数十万呢，怎么连一名女子都拿不到？唐僧何在？来人，保护玄安，速将刺客拿下。交出来，待我亲手杀了长僧，我自然会放。放开玄安，刺杀朝廷命官可是要诛九族的。站住！再过来，
我就杀了他。你究竟是何人呀？为何要杀长森？长公子，你还想我死吗？你不妨问问长森，华琼为何要杀他？到底做了什么寡义廉耻之事？华琼，你不是，真的是我小姑子，是你误会了男宠华琼了。叶怀石，你先把徐安给放开，他不但有恩于我，而且一向言而有信。好，就算你和我们燕家有什么误会，也不能滥杀无辜嘛。对，白日我还与怀师兄提起小娘子，这晚上便就遇到了，咱们真是有缘啊。要不咱们回房里叙话吧，许是有什么误会呢，说开了知微也好替你们调停呀，是吧？长公子还不快说句话呀。既然如此，常某自然不敢擅自做主了。走，怀石。淳长森，书房见了。天下子抵达林州府以后，每隔十日便有书信送回。到如今接连二十日音信皆无，我担心殿下已经陷入危局了。有事放心，林城必定心理坚强，赶赴明海。你此去明海啊，务必先到燕州面见燕州府部正事左怀良，亲手将此信交与他，望他念及同门之谊，在危急时能助殿下一臂之力吧。宁城替主子，谢过院生。起来了。主子留你在地京，必有要事，你可都办妥了。主子临行前曾嘱咐我，在地京按农查封血符图，府中的侍卫们正在探查，尚无消息。我已嘱咐吴英，一有任何消息，现在报院生，再行定夺。查访血符图。殿下可曾提及为何怀疑在地京上血符图踪迹啊？殿下倒是未曾提及，不过曾嘱咐我监视邱明英。邱明英有何不妥之处？邱明英并无任何不妥之处，倒是有件小事儿还要劳烦院生。讲，属下奉命将凤学庵的胞弟凤浩关入刑部大牢。宋方何罪啊？欠了赌债，这凤学庵呢也是为了教训这个胞弟，这才把他关入大牢。这是他入狱时脱险的衣裳，还有一些随身小物，劳烦院生代为保管。凤学庵准备出来之时，还请院生规划一下。凤浩怎么样了？好着呢，在那个大牢里跟牢头狱卒们赌钱玩，开心着呢。赌钱？林晨，主子，林晨终于看着你了。地京有什么要事吗？启禀主子，就是因为地京他没什么事儿，可主子这边确实不平静啊，所以宁城一刻也不敢耽搁，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来绵海。老王一切都好，速速回去吧。主子，宁城这次来就没打算轻易回去，你看我不在你身边，这出了多少乱子啊！宁城这就死也不走了，除非主子大赐宁城。好了，别撒娇了，起来吧，留下。谢主子。起来了，那凤浩他最近吃的可好，穿的呢？吃的好，穿的好。就是没有自由，身体都很好。主子，常务的郎中病报无法查明病源，更不知道此病是以何种方式传于他人，只知道此病一旦染上必死无疑。主子只盼呀，令尽告
一问三不知，不是假冒的就是假装的。陈阎王，找个机会去查一查他们到底存了什么心思。是。宁晨，说吧，把这些死者送到后院焚烧，以免波及更多无辜之人。属下领命。抬走。师傅，救救我！那东西又来了。快过来！我抓着你，把你带回来那个屋子前面，不停地转。如果里面的人有人要问，一定要说送你的。快走。谁呀？送你的。累了吧？送你的。歇歇吧。送你的。送进来吧。哦，好。师傅坏了！师傅，打开细胞免费小说，顶部搜索绝美名气，看一段恩怨情仇的家族往事。从第一章看到最后一章，不用花一分钱，全本免费看，不限时。情报免费小说分类齐全，全站所有小说全部免费看，看书还有金币奖励，边看书边赚钱。回禀公子，两名身染疫病之人已安置在楚王侍卫居所的左近，只是卫士不明白公子为何要冒此风险。宁毅他不是宅心仁厚，心系民海黎民吗？只要疫情在这米国公府内爆发，便可困住宁毅。长孙在，速去联络民海府君，让他们随时待命。我去回回那周西中，看看他心向何处。长我倒是要看看他宁毅拿什么对抗我这数十万长家军？我要让他知道，何人才是这民海之王。到今早，也死了七人了，其中四人皆为主子的近身侍卫。那其他三位呢？其中一人确定为长武的在册仆役，另外两人身份尚不明确。患病人数可有统计？正在查验，但眼下已有十人。关上府门，别让府之卫进来。是。不能。宁毅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开门啊，宁毅，开门啊！奉水院听令，长府突发不明疫情，多人遇难，本王命你速速找到救治之法，不得懈怠。如若疫情传遍明海，你我将皆是罪人。只为尊礼。这是我在府门外采的。几位，几位，这些野花没有人浇灌，只凭老天给的雨水阳光便能长得这么好。由此可见，在这人世间，一切自有老天安排。只为多谢赫连殿下。也罢，只要你能安心，那我就挨家挨户去找能救命的郎中。南一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他想跑，被我发现了。敢问凤学案，我到底犯了何罪？你为何不让我离开此处？南一，尽速着人将此信送往帝京，交给宗夫子。好。这位小娘子，知微也有一个问题，敢问你究竟是何人？是华琼，还是被官府通缉的陈蛮蛮呀？
我是华兄该如何，是陈蛮蛮又该如何。哎，若你是华琼，那知微想知道华氏满门都去了哪里，为何燕怀时只看到华家寨中的一片废墟。若你是陈蛮蛮，那知微就更加想知道了，海捕文书中所言罪案是真是假，你与那常氏究竟有怎样的深仇大恨，何以不惜孤身犯险，屡屡行刺常氏中人。不论你是华琼还是陈蛮蛮，我冯之威都不是你的敌人，因为我跟你一样，都想要尽快铲除常氏，还明海一片清明天下。你可愿信我呀？若不是常氏倒行逆施，我华琼又何必改名换姓，前有狗贼长森觊觎，要强行纳妾，父母兄长不从，便屠我满门，后有常远包庇加冕，不但令我华琼偷干无门，还反被诬为匪寇。此生若不杀尽常氏走狗，誓不罢休。华琼，现在你回家吧，我怀氏温所有人都是你的家人，常氏早已扼腕满盈，今后会有更多人助你达成心愿。华琼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亲人，燕家就是你的家。多谢了，不是我了，巡案可是要寻找王征，华琼知道一位。将这封信飞书给城外住下的明镜。是。是谁？小的，小的是来给殿下送茶的。下去吧。是。所有没有患病的侍卫，让他们严防死守在所有出口，不允许任何人离开长府。崔蒙，谨遵谕令。
徐案，请稍后。程一萌，怎么样？徐案，楚王殿下有令，只许郎中一人进入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徐案，殿下不许你。殿下不许除郎中之外的任何人进入国公府。殿下是不是染病了？啊，你说话呀！没有，殿下没病，就是不准进去。明海巡案的身份被你让开，今晚我一定要入府。巡案，巡案，殿下说了，若是放你进去，便要了淳于的脑袋。让开！不要为难淳于。志威。指挥，指挥，未必是楚王有恙，也许是他担心你一旦入府，万一染病，外面将无人处置他。姐姐，你根本不了解他，您一旦这个本，不论出了何等大事，他从来都不肯好好说出，凡事都是藏在心里的。指挥，我替你进去抓心可好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嘱咐郎中仔细给楚王问诊，一定会查出他是否染病。据你们仆役交代，是长森命令他做此勾当。看来是张凤信坐不住了。我们启禀殿下，凤雄安派了华琼带郎中入府了。殿下安全，还望殿下恩准，让郎中先为您请脉吧。请转告凤雄安，本王很好，查明疫病来由，方为眼下药。快请。殿下容禀，殿下心怀悲悯，应该更能体恤未能亲眼见到殿下无恙的凤雄安内心的焦虑吧。为了让他安心，殿下您还是求个平安吧。去查看患者吧，本王有公务，之后
还要烦请你转交给凤雪安。请吧。禀殿下，郎中看过了所有病患及死者，诊断出是闽海最偏远的夏阳地区特有的传染病。不过郎中说了，他应该有法子医治，还望殿下宽心。那就烦请你拟好方子，配好药，送进常府。老夫试试吧。好，追马，你速取一只病患用过的茶壶，给郎中带回去。锦姑娘将此转交给凤雪安，告诉她，盼望一切安好。殿下，为了府外的亲人知己，还望殿下多多珍重。就劳了。姐姐可是有何为难之事吗？不是我，是楚王殿下他有些异样。楚王殿下一向在意仪容规整，断不会出此纰漏。除非他为了要令你相信他安然无恙。没有发言的吧，一切都好。烦请姑娘将此交给凤雪。所以他用冰块降温骗过了郎中。不行，我要亲自去看一看。知微，你若是贸然前去，岂不负了他一片苦心吗？不如好好想想如何令他珍重自身，不要放弃。启禀楚王殿下，知微会依殿下之意设法说服周西中，令他明白闽海的希望绝不是常中兴，而是楚王宁毅。因此殿下万勿令知微做那失信之人，虽不便离开长府，也务必时时关注闽海政务，慎于思而勤于表。知微盼日日得到殿下之令愿。主子，这是您重查了一点亲自进出的退热药物，这让放下吧。
快的。他让本王去找一个模特，要亲手给他做一根簪子。这只小狸猫，我倒是想找个好模特，好好捶捶这只小狸猫的脑袋，一点也不知道关心主意。你错怪他了，他给本王这封信里里外外的意思是暗示本王他已经知道本王有恙了，所以他才告诉本王有一个人在等着我，不要那么轻易就死了。好美，好美。你放了他晚上就没有去哪了。这不是有你吗？你主子这么说是为这块好木头。之福祉啊，这民海毕竟是我长忠信守护之下的民海。既然公子心意已决，那周某便尽速备齐粮草辎重等一应事务，以免公子集全阳之众以抗拒不。不正是切勿整他人士气。民海常事才是晴天巨擘。现在周公可相信我了吗？常忠信为祸明海之心，招在主籍。周公乃是明海百姓的父母官的，而怀石生于斯，长于斯，燕家又更是明海第一大世家，若你我都不能守家为国，对得起明海的百姓吗？
万一是诊脉，由我来试试这方子是否灵验吧。我担心楚王他等不了太久。冯之薇，难道你心里只有楚王他一个人吗？那我们呢？我呢？你若有此染病，该怎么办？可怜殿下，请原谅之薇心想，这装得下一个人。此刻他在为难之中，之薇无心他顾。那你也不必以身试险，有那么多种方法，为什么偏偏要让自己染病呢？我想与他共进退，因为我想体会他此刻的难受。殿下，如果你死了，我冯之薇不要动我。恭喜巡案，江某人的房子取消了。真的吗？走，去丈夫。志薇，何莲上次不该对你发脾气，今日来，只有一句话：你自喜欢你的，我自喜欢我的，你我各安天命。但望有一日，殿下可以放下这份执念。喜悦为无非喜悦为平定明海的常识。
这一次我染上疾病，团在生死之间，我明白了。就说这世上便是再也没有比你还要变。我明白了，我喜欢你啊。在生死之间时，我真的明白了，我是喜欢你，但是我怕说出来。西装有重要军务，我也是。哦，小天，你师傅呢？我师傅出去了。当初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以为狼被打死了，没想到他突然活过来，咬了我一口。有什么行动吗？启禀楚王殿下，逆贼常忠信劫了粮草辎重，起兵造反了。什么？陛下命臣查探常侍安插在军中的余党，臣已尽数查处，请陛下发落。先关起来，一个一个查，如若已经为常家做过恶，按律法论罪量刑，该斩就斩，不必手软。是陛下。一切退下，着手准备，清理完军中武将，朕便该清理朝堂文臣。常侍罪恶极大，从者众多，都该一并处置。臣遵旨。陛下明鉴，臣虽受常侍控制，不能独善其身，但臣已幡然悔悟，臣不敢多做辩解，但求陛下能给臣留一条活路。臣愿为陛下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正是因为朕看到你在努力摆脱常侍的控制，所以才召你进宫，给你自辩的机会。可凭你往日所为，还有何脸面在刑部任职？朕便将你贬斥为典狱长，让你天天守不见天日的牢狱，好好的给我自省。
下安静。以后判了斩刑，但是家中有妻无子，大理寺允他娘子停妻入狱。啊？停妻入狱？就是从今天开始，他娘子可以入狱留宿，然后待娘子受孕之后再送他出斩，免得家中无后。是帮着周其中守好闽州府，我带着南艺等人前往济阳府镇守，帮你守好门户。你此次出兵前往夏阳围剿长风行，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大病初愈，不过我还是守住你的身体。
说的。担心二花和凤浩出生遇险。